是著名的六龟山地育幼院里的一角，趁着好天气，在花草扶疏的院子里看书，这是在这里长大的周贝宏最享受的一件事。在育幼院里，只要是弃婴，都跟着杨老师姓杨，但周贝宏却拥有来自父母的命名，或许就是多了这一点点的线索，让他曾经对自己的身世更加好奇，却也更深的不谅解。走过成长岁月的苦闷挣扎，孤儿不再是他的罩门，眼光不再令他不安，珍惜所经历的一切，健康的看待，面对受挫的年轻生命，他燃起热忱，伸出援手，陪伴他们走过他曾经历过的生命路程。大家早，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彰基分享哦。感谢主，早上一大早有一个和蔼可亲的关怀师潘关怀师这样子带我们，又带着很轻盈的脚步，然后进到这个圣殿哈、哦，让我感觉心里的那个压力减轻了不少哈、哦。这真的上台分享真的比结婚当新郎还恐怖哈、哦。那我当然要克服自己的压力，然后。看到那个陈牧师就像老鹰的眼睛哈、哦，锐利的瞪着我，然后微笑的跟我握手，害了我那个心有一点吓吓，但是那个心中的阴影哈、哦、飞去了不少，感谢主哈、哦。刚刚那个短短的影片哈、哦，大概只是简短的缩影啊哈、哦，那。很高兴贵月没有把我的名字打错，周贝宏那个影片的名字后面那个字是错的啊，我也希望以后回添加生命册上面那个名字后面不要写错，免得我在等待说是不是我应该要 OK 好，所以感谢主。那我今天要分享，那在分享之前呢，我要先大概讲一下我的生长过程。那个我的生长过程呢，真的蛮灰色的啊。但是我现在想起来，真的这是神的祝福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们回头看看自己生长的经历哈、啊，在座的其实应该生命经历比我惨的应该也有了，所以我常常都用这种方式来揶揄自己，就是。其实你自己觉得你生命很惨，应该还有人比你更惨、哦、所以这样子看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从小生长在育幼院，八个月大、哦、就进到育幼院了。那爸爸呢，爸爸是退伍军人、哦、考上邮局的公务人员之后呢，他因为主外公的介绍就认识了妈妈，结果就是结婚没有一年多哈、哦，因为年纪啊、哦，年纪跟妈妈差太多，还有文化背景差太多呢，结果就跟妈妈离婚了哈、哦。那爸爸也因此因为一些妈妈的因素呢，锒铛入狱啊、哦，锒铛入狱，然后就把我，因为爸爸是外省人，在台湾没有亲戚朋友，所以就。经过朋友的介绍，把我托付到六龟山地育幼院，啊，也就是这样，在这个环境下长大。哦，常常有人问我，我以前到外面念书的时候，都问我说你是哪里来的？我说我高雄来的。高雄，想了老半天，高雄你不像啊。那我说那我像哪里人？他说都会说，我觉得你不讲话，你很像台北人。我说不是，可是我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我比较像原住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小生长在那个环境哈、哦，大概八九成都是原住民，所以我从小哈、哦，常常听到人家讲说他是哪里哪里人的时候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原住民啊、哦。虽然我没有原住民的口音啊，但是
跟原住民生活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很久、哦、那当然我的求学过程也不是很顺遂啦，但是这也是神的一个磨练、哦、感谢主。那今天要讲这个主题、哦、其实坦白讲 我有点无厘头，为什么看到生命是什么、哦、因为当初那个田军光怀师打电话说要催稿的时候，讲稿的时候，我正好、哦、都在查考，我有查考圣经的习惯，我正好查考到约伯书了。啊，约伯书大概一般人都会觉得约伯书这么惨绝人寰的事情，怎么会这样一连串的出现在那个圣经里面？那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可以拿来用在我的讲那个见证分享里面。后来啊，我就把那一天看到的一些经文，像今天先讲的这些经文啊，还有这个主题呢，就从我脑子里面咚跳出来，当这些主题传给田军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后悔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太大了，大到我前一天，就是昨天有那个我太太的朋友跟我说，你明天要在那个张基分享哈、哦，我的公挂买皮胖子嘞哈，我就跟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请假，我们在外面供一下米，哦，我说我只有求神、祈祷神使用我，让我成为工具，让神启发我知道我要讲什么，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哦，所以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题目呢？当然没有正确答案了 那。你们自己继续听下去，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生命是什么的答案呢，是你们自己要寻求的、哦、不是我这个短短的见证可以改变什么的、哦、好，我想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、哦、最主要也是因为我太太的缘故、哦、因为我太太好像二月来贵院有分享嘛，那最主要也是因为我跟他开始有关系是因为结婚、哦、这个这样讲好像我们前面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当然对在一般人眼里看来、哦、我们应该是闪电结婚，因为年纪的关系，还有我太太一直跟我抱怨说、哦、你看啊，都是你那个学历啊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，当初人家很早五年前就介绍给你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你们这种台大的人哈，那个眼睛都长在这上面了，然后呢，就觉得你是个冷酷无情，然后那个心高气傲，然后走路呢都是眼睛都往上面看。我就不知道说奇怪，台大人怎么这么有这么恐怖吗？他说，那个过去的那五年呢，我们完全是空白的，那你要负责。我心里想，天哪，这个太沉重了吧，你就用那个标签把我标签化成那个样子。当然这是个我们之间的一个美丽的错误、啊、空白了五年之后，最后还是被神牵在一起、啊、那也是因为他的缘故呢，我到贵院分享、哦、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跟他有了婚姻关系之后，其实、哦、最痛苦的决定、哦、就是在结婚前的前一天嘛、哦、前一天还是前两天，是不是他开车大老远、哦、从高雄跑到育幼院找我，那时候我还在育幼院当那个生活辅导员，跑来找我的时候就一脸很沉重的样子，然后就跟我说，哎，我有一件事情要向你坦白。我心里想，我不是神父啊，你干嘛跟我忏悔嘞？他说希望你听了不要太那个 shock。 我心里想会是什么，我就静静的听下去。他说我有乳癌啊，我有那个 cancer， 然后大概是二期。他话一说完呢，其实我没有表情，没有表情是我已经僵在那里，我也不知道要
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我就只能下意识的说啊，我也说不出来，我也吓到，你知道，我就摸着他，我就说啊，我们啊，求神来带领我们祷告吧。祷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讲什么，我现在我也忘记我当时祷告什么。那后来就是隔天我们结婚，就是隔天预演，然后结婚的典礼哈，我从头哭到尾。这个大家很纳闷说，哪有一个新郎哈，从开始序幕进来，到前面站到整个会幕结束了。只有拍照的时候我是笑的，其他时间我都是哭的。然后，人家就说奇怪，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？怎么会好像心不甘情不愿的被带到前面，然后结了婚之后一连串都是哭的？然后我大概只有几次是笑的哈。那，我今天在神面前，我要向你们坦白啊，其实对我来讲哦，那真的是个挣扎啊，我哭呢。我哭不是因为，因为我在婚前做了个祷告，我说哦，主啊，我这个年纪哦，因为我爸爸临终以前交代，因为他那个失败的婚姻，他交代说，儿子，我劝你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呢，这辈子啊，宁可哦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找不到适合的人结婚的话，绝对不要嫁啊，不是不要嫁。绝对不要随便做出婚姻的决定。第二个就是人家你受人家的恩惠，记得一定要还。那我就说，我就心里想说好，我就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我要娶那个王友珍那个姊妹哈，有拦阻的话，我就不结了。我说只要他中间有亲戚挡在我前面啊，我就不结了。哦，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，我就不结了，就这样。结果太顺利了，顺利到没有人拦阻，然后婚前又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的大消息哦，让我真的还在晕。然后结婚前，然后到了正式那个仪式正在进行，我从头哭到尾。我太太就问我说：“你到底在哭什么？”其实我其实哈，没有向他坦白。我没有向他坦白，我只说，这个没想到一个很简单的祷告，最后竟然是这种下场，所以我只能说感谢神啊。那坦白讲哦，要面临这样的一个抉择非常困难，因为我太太的近况哦，其实一般人听到癌症哦，可能因为在座的医生护理人员比较多。可能对那个癌症的知识认识比较清楚的时候，反而就会觉得那没什么，你就跟着疗程走吧，反正看多了就是这样子。那对一般人来讲，面对那个癌症，多半都是哦很恐惧的。那我也是一样，我不是那个非常非常理性到一个不行的人哦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啊，怎么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好，所以我就一直带着问号问自己啊，我问自己继续走下去吗？可是回头看起来哦，看到天君关怀师啊，回头能做什么呢？哦，回头能干什么呢？我就凭着信心哦，继续走下去啊。那哎，其实坦白讲，没有信仰的力量哦。我很难走下去，因为从小没有过过家庭生活的我哦，对家庭其实是没有很深刻的想要追求，因为从小在幼儿园习惯了那个大家庭那个团体模式哦，反正我不知道什么叫小家庭模式，我反而很 easy 在这种大环境哦。可是进到家庭生活，我是有恐惧感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真正的家庭生活过。那坦白说，如果不是信仰的关系啊，不是信仰的力量坚持，我不可能选择跳进去啊，跳进去这个婚姻做这个决定。那
时间差不多了嘛，因为在那个我还没有讲之前，那个田军关怀师跟我说注意时间啊。鲁迅曾经说过哦，浪费别人时间是谋财害命，然后呢，浪费对自己来讲，对别人是谋财害命，对自己来讲就是慢性自杀。所以呢，我也不太想浪费那个时间哦。那回到主题，生命是什么？其实透过我这个在我跟我太太的这个婚姻过程里面，我也还在追寻哦，我也还在追寻，那生命到底是什么？坦白讲，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话，其实我们选择的都是世俗的价值。世俗的价值，当然，我也没有那么对信仰有没有这么深的 patience， 我也不断的在调整我自己哈、哦。那就好像在座的医生哈、哦，医生跟护理人员，那我觉得其实该回头想想，问自己，不管是医生或护理人员，那个你从事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信仰跟理想的支撑的话，其实我们不过就是一群上班族、一样。如果我们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，如果跟神的关系不是很好的话，我们不过是标签上的基督徒、所以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要有关系。信仰不是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代名词，或者是说我们需要它的时候，我们心灵有需要软弱的时候才需要它啊。心灵物质丰裕了，然后飞黄腾达了，可能就把信仰当作是墙上的那个符号，把十字架当作是那个避难的器具罢了。所以我觉得生命是什么，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挑战自己，让自己知道说，如果我们是为了实践信仰的价值而活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比较能够继续在这个漫漫的人生里面哦，漫漫长夜的人生里面哦，找到一线的光束，继续走下去。因为坦白讲，人很容易堕落、有很多外在的挑战会导致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的信仰。那其实在不信的人来讲，信仰跟信与不信之间不过是一种选择。但是我觉得既然你有了信仰，那你坚持用信仰的角度走下去的话，你绝对会有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未来、神对你也一定有不一样的那个恩赐给你，或者是mission 目标给你、那所以生命是什么，那我也没有正确答案，但是我的答案是就用信仰的价值去实践你信仰的价值，来走完你这一生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从站在这个台上到现在我还在抖、那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讲什么，虽然我已经把我的footnote 都已经写好了，但是看起来我还是没有办法战胜我的那个焦虑、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，也感谢在座把我短短的分享听完，谢谢各位。田军告诉我要祷告，好，请大家跟着我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主让我来到彰基来做见证分享。主啊，我算什么？其实我不过是这地上的一颗尘土。主啊，我算什么？不过就是浮光掠影，真的就是只有
回应神在我们身上对我们所做的这些恩典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不往后看，我们向前看，我们不往暗的地方看，我们往有光的地方走去，主啊，也求主大大的光照在张基这所有意向有使命的医院，求主保守院长及在座的医院医生跟医院所有的同工，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使命跟意向里面继续的为主发光发热，去照顾需要照顾的人，求神看顾这个接下来的评鉴，求神来带领我们每个人的脚步，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